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顶一回谈论到咱身为人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是所有生命内底，咱的智慧啊，是上顶端的，因为咱的大脑比任何一个生物啊，拢搁较发达，咱有法度思考。咱有所有的喜怒哀乐，所以呢，咱生活伫这个地球上是最顶端的生物。但咱啊，同时也拥有了上济烦恼、不安、甲着欲念。咱想看卖啊！是不是安尼？咱来看其他的畜生道啊，话只不过当得食，当得困，话呢，拢大部分为着这个肉肚生存安尼尔。但咱人唔是，咱的烦恼太侪，咱有太侪七情六欲，咱有太侪情感。咱要太侪障碍，家己独念，咱想要拥有的，想要得到的，太侪。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家拢想要得到上好的？大家是不是拢想要过了上安逸？其实啊，在家也好，出家也好。足济人拢是即种想法，但呢，咱回归去甲想，咱的教主就是咱的佛陀。佛陀伊还未出家之前，相信即大家拢知，我嘛讲过足济遍啊。佛陀。伊出世是伫个徛比罗卫城，就是徛比罗卫国。伊是王子，伊个名叫做悉达多。伊拥有敢无济，伊食穿用敢爱烦恼，唔免。伊是萨贝利个将士。在当时的印度，这是一个加官的工作，所以佛陀呢，伊未出家之前，伊嘛不欠名声，甚至伊呢是要继承着净饭王的王位，以后绝对是一国之王。但种种的因缘却造就伊踏上了修行这条路。这故事，出城门看到生老病死，看见众生的悲苦，使得悲天悯人。的佛道，按内心发起了最悲悯众生的心，所以伊啊抛弃现有所有的享福，出城门踏上了
这条修行的路径，伊为着啥？为着知影众生啊，每一个人拢互这个生老病死拔掉的，无一个人撇免的开。所以讲，佛陀伊个宏愿，毋是咱想得到。伊呢一生就是安尼，开始四处参学，开始去洞察所有的真理。伫伊修行这条路上，并毋是事事顺心啊！哦，明伊知影，因是即种奖赏制度之下的国家。虽然国与国足济国，但佛陀参学的心啊，哦，完全无改变。伊呢认真行持，抛开所有物质的享受，伊为众生要找出一条离苦得乐的道路。这种广大心，咱是不是爱去学习？咱更加爱去追寻，去尊重。唔知我讲，我为什么一直谈论到印度因遮文化民族性，就是互要大家了解，学佛啊，真正毋是盲目的。啊，无世界遮尔啊侪宗教，咱为什么选择要来学习佛学？因为咱知影，佛陀是一个确实经过这个路程，经过这个修行的情形，最后得到正觉，洞察所有大宇宙的真理的角色。那伊所讲的语言是绝无欺骗、妄语。咱毋知要遵循，一个悟到正道、洞察大宇宙真理的确实存在，咱并毋是盲目要去崇拜，因为咱真啊，大家拢有读册较济啊，未去盲目啊。佛陀所讲的因果轮回、大宇宙的形成甲种种的真理，拢会当得到印证。所以佛陀经过六年的参访、六年的苦行，伊才伫菩提树下、伫金刚座上，体会出正道，体会出真正的真理。唔再撼动了天魔破损的惊吓，这进程吼，咱讲佛教起源，我拢讲过啊。吼，伫遮是小可互咱呢回忆一下，搁再熟悉一下、了解一下利益啊。佛陀落金刚座，用伊殊胜的智慧啊，吼佛法，来度化咱众生，也就是希望咱每一个人啊，拢会当真实去修行、去落实。就比如讲，吼、哦，咱知影四圣地苦集灭道，咱知影十二因缘轮回六道，咱知影爱行持八正道，修持六道，才有法做
接住着咱的德行，咱的福报，咱的智慧，咱才有法度自身找到这条解脱的道路。这就是佛，希望众生啊，拢会当自己升起离苦得乐，看咱家己啊，当时会当自觉啦。吼、哦，茫茫的人海啦，这种混沌的世界啊，伫真内底啊，浮浮沉沉的众生实在太济啊。佫较好的真理啊，你若家己无愿意去做、去行持，佛陀伊毛讲，我无可能甲你变为解脱的人，只有靠你自己一步一脚印，依照这法门去做，才有法度达到着彼岸。就比如讲，佛陀一生啊，伊拢伫恒河，咱知影恒河就是印度主要的母河，一生就是伫印度河的恒河的两岸传教度众。但呢，真真正正得到解脱的。在咱经典内底所讲的12,500种也好，1,250种也好，或者是较低，嘛是伫人群中的少数而已啊。咱进去甲看，恒河这条河上遐尼啊侪渡船，为按这番。西岸坐过东岸，安尼敢叫做得道啊？嘛，唔是。这是一个在咱眼中的形式上的意啊，哦，也只不过来来回回为着生活在奔波的众生啊。这是一种比喻，就亲像咱学佛，你唔通认为你学佛，你就会当达到着殊胜的变化。不是，你爱认真啊！真正你爱啊，勤修的戒定慧啊，否则也只不过伫两岸安尼奔波而已啊。就算讲你正大福报做天神，依照咱经典，你嘛是有堕落一日啊。所以咱呢，吼，明日知影，吼，一个比方，会比如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咱唯有用最殊胜的念佛法门，咱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得到殊胜的解脱。但话讲到当下，当然唔只是念佛法门，也个。其他出者殊胜的法门，但是念佛这个法门信愿行是属于上中下根器的人拢通用的，就是上通俗的法门。最后大家了解一下，哦，那呢，咱话甲讲到转去，佛陀。入即种涅槃了后的时代，咱知啊，公元前480年，佛陀入即种涅槃。那佛陀入涅槃了后，僧团内底的僧众啊，哦，遐尼啊济，哦，当时佛陀的弟子啊。非常的多啊，咱经典也无描写足清楚啦。就我甲咱大家讲，因印度啊，吼对这种历史的追求啊、记录啊，并无足详细啊。吼，那呢，咱
咱讲到佛陀入即种涅槃了后，僧团才出家被求众啊。当然就产生一挂流言甲传言啊。就话讲呢，讲今仔日佛陀已经入涅槃啦，那佛陀制定遮尔啊济戒律，真佛陀无伫个。啊，咱呢是毋是会当免受着遮济戒律的约束？好、哦，这都是有遮哦议论呐、产生啊。啊，遮非议、遮议论呢，当然就流传开啊。遮议论，那传到了当时的佛。接衣钵的大弟子，就是大伽舍，哦，伽舍尊者伊的现中了。那大伽舍呢，为着要保持着佛陀在世的时阵，住世的时阵，这种僧团规律。僧团内底秩序，就是秩序。哦、之下呢，大伽舍决定啊，在当中决定要组织一处，吼、哦，这种僧团佛教的结集大会啊。那根据传说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种讲法真侪种。话讲呢，吼，就是佛陀入即种涅槃了后，九十天大伽舍听到这流言，然后开始积聚结集。吼、哦，那话讲是一年后，吼、哦，这种的无一定啦，吼、哦，毕竟印度的这种历史，吼、哦，记载未足清楚啦。啊，咱呢，吼、哦。就定义做吼第一次的结集就好啊，所以呢，大伽舍呢，就组织这次第一次的结集，因为佛陀住世啦吼，不管四十六年、四十九年也好，以一生传法吼，因为拢因人而教，这吼大家应该清楚，佛陀住世的时阵吼。拢因为各种因缘，伊所修的弟子所犯的过错，因缘根器无同，所以呢，伊拢是言教甲身教，并无留下任何一部著作甲文字。会当讲的佛法，伫当时佛陀住世的时阵是。口逆相传啊，哦，俗而不作，就是讲，但是并无留下任何的文字，无留下任何的著作，所以到佛陀入即种涅槃了后啊，并无任何的经典留落来，哦，就算戒律。是嘛，拢口逆相传的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伫迄当阵啊，大伽舍就发起这种运动，要来第一次的结集啊，吼、哦。因为所有的思想啊，其实伫僧团迄当阵，所有的重心啊，所有的思想啊，哦，所有的想法，拢是以佛陀为重心啊。啊，佛陀已经入即种涅槃啊，所以大家找无主啊。哦，那每一个人根基无同，修行方法无同，所听的经典嘛无同。所以啊，大伽舍呢，就伫个地，伫个王舍城外，哦，大石窟，造就了第一次的结集。好、哦，
那这次的激进呢，伊召集总共包括伊在内啊，哦，有500地主，就是 BQ， 因为惊，哦，若无甲伊整理好好，有一个系统，佛陀的佛法，伊自细拢安尼口念相传，可能到尾啊，就散呀呀，就失传去啊。所以大卡舍也真用心啊，惊讲这佛法会变异、哦、变形、变质去。所以一开始集资，那迄当阵呢，这500比丘啊，拢总是大阿罗汉，敢若一个例外，什么人例外？相信大家这个故事拢听过，就是。阿兰，阿兰尊者，相信大家拢听过，吼、哦。那呢，这种情形呢，阿兰尊者，伊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大家拢大阿罗汉，伊唔是大阿罗汉，所以伊本来是袂当去参加。那结果，阿兰尊者因为伊正反悔。为什么佛祖的时阵，伊唔较认真呢？哦，到今这种大集会，伊较会使无参加，因为伊伫佛的边啊做侍从啊，27年啊，佛所讲的法啊，伊拢清楚，甚至伊的记忆有够好，佛讲过，伊拢记落来，所以伊当名啊。家己去回忆、去体悟、去实证，证得阿罗汉。所以隔天一再当参加这500阿罗汉的结集，就是伫个王舍城，也就是当时的摩羯陀国王舍城的大石窟。这就是佛灭度90日的功法。第一次的结集，当然后边还有第二次。这次的结集呢，是集所有的人，听过佛陀吼说法的人所讲的修行方式，包括着世界第一的优婆离，伊上出了佛陀所制定的戒。那阿兰呢？吼、哦，就来讲出佛陀伊27年对着佛陀做侍从所听过佛陀开示弟子所有的经典，叫做经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真个经律论，就是安尼形成的。当然论是尾啊。上尾啊，这些诸大菩萨对着佛法洞体甲法门，哦，互相啊有共同点，甲有不同的认识所产生的论法。那原始最早的巴利文，哦，就是咱佛陀吼教导弟子，哦，出来行法说法，配合当地土著。所产生的文字，唔则讲咱最早的经典啊，是娑婆阿含。那当然尾啊，吼、哦，开始接接落来经典都非常的多啊。那今仔日因缘也到了，下一次咱再过来上谈佛伊的弟子修行的方式。该这10代弟子，哦，伊个名称，甲每一个第一，因为佛的10代弟子啊，讲实在，每一个拢是旷世奇才，哦，各有所长，哦，希望咱也是爱勤修念佛，回归最后的彼岸，才是咱的殊胜之道。祝大家福报无量！勤修念佛，阿弥陀佛。
邀请你发心共同参与，弘法利生的善缘，种得善缘福报，护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：420-322-01，户名：黄英雄，联络电话：0979-041-510。